Hello， 大家好，我是摄影师苏俊赫。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折返滤镜的安装前后的一个对比。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正常镜头拍摄夜景时候获得大光圈后面的一个背景虚化的光斑，是非常圆的。我用的是7200的镜头，因为今天风比较大，所以我把 ISO 稍微的提高一点，保证这个花不会被虚掉。好，然后我现在拍一张，我们看一下。那么这就是正常镜头拍摄出来的照片，背景的虚化是光斑的这种状态。好，现在呢，我把折返滤镜安装上去，给大家看一下安装好折返滤镜之后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好，安装好折返滤镜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刚才的光斑已经变成了非常漂亮的甜甜圈，这就是折返滤镜带给大家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这种甜甜圈的话，会使你的画面非常有趣味性。我们放大来看一下这样的照片啊，你会看到后面的这个光斑全都是甜甜圈的这么一个效果，这就是折返滤镜带来的梦幻甜甜圈的光斑效果，它会增加我们的画面的趣味性和艺术性。